出击。你跟他们说吃的就是那个粥。嗯。弄到边边上了，碗的边边。是吧？嗯。就是有点稠。说我帕金森，我好着呢，小伙子。嗯，一记拉起，呀，戳我，不灭。点，我把话说清楚好了。嗯，干嘛呀？哎呦，怎么会换掉了呀？不应该呀，应该是我把他杀了。差一点点，兄弟们，下一把我们排队的时候直接就吃了吧。嗯，不过我们的兵线血赚啊，减速，拿下，拉起！你想回家再放 W？ 哎呦，小伙子，你是真有点嚣张，我看。打我，太容易看穿了。建议让他抠 A 抠死。长着让他抠躲我这 E 就完了。有点脆呀、啊，来个鞋，耶，不要买。哎呀，这，算了。逃命也只是徒。
为啥不玩猴？夏娃的，行行。教官打野啊，这波没多少血，他可能会来。哦，哎呀，没事，他丢一个，我们丢一个，相当于我们没亏。不能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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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上！嗯，刚才这波杀不了，杀了我们送了。有点危险，我吃狗屎去。马上三项了。那就别追了。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那剑姬老克那努努了，那必被晕。我建议努努可以加强一下。
别着急，没完事儿呢啊！没完事儿呢，刚才六块了。不好意思。这波操作稍微有点瑕疵，稍微有点瑕疵。这波操作感觉没操作好，应该能反杀的。首先先一过来，然后拉起以后 W 走，没玩好这波，主要是我牙不行，我的脸要是没肿，他刚才就已经死了。一个人他在体温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他的这个大脑啊运转速度有点慢，知道吧？但我觉得吧，像你这么猛还是得给对面一点希望，是不是？不然这游戏就没有意思了。确实啊，一定要有来有回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们看的就是老碾压也没意思。有耐心才是好猎物，否则就我们主要就是教学来了，杀人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把游戏的节奏掌控一下才是最厉害的。他好了，演员我怕被他挡，你知道吧？他那个 W 技能能挡，这个你得提前预判。剑姬的那个 W 反应是反应不过来的，几个人啊？这就泰坦一个呀！我跟你打得过他吗？我那不随便打他吗？我能给他打跑。别急啊！哎呀，是怎么死的呀？吃点饭吧，这。这日炎给我烫死的吗？这是。这又好软啊！
这也不能上啊，兄弟啊！让他追没事儿，也就三个人，问题不大。搁这儿呢吧，出来。维克托电焊工可以杀呀。啊 ,hello。泰坦也太烦人了吧。哎，剑姬儿来了。让他追，哎，他伤害好高啊！你都没想到他伤害这么高。就一这使吧，哎呦天哪，好多闪呐！哎，你这干嘛？一这呢？啊？少退点吧。为主则待，这便是道德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你感觉亚索有点慢呢？哎，亚索十二级应该升几级的 E 啊？我想想啊，五级的 Q， 一级 W， 六级，两级大招七八八减十，哎，四级 E， 四级 E 肯定有点僵硬了，五级就好了。来来来，一波三杀送给大家。这个拉奇怎么没拉到啊？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能杀。跟我来，他可挺骚啊！我这一看呢，这是个银鹿。可爱不？哎呀！
可爱呀，没你们嫂子可爱。我感觉我能打条龙，感觉有戏。亚索来了，感觉差不多呀，我跟他血量掉的差不多，咱俩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过。给你吧，玩 ADC 也挺不容易的，说句实话，给点红吧，要不然谁以后还玩 ADC， 我们还杀谁？Yeah。